100年成长背后，感谢他们长久的陪伴。40-50年来，他们不辞劳苦，对15岁以上人口进行就业失业调查，提供政策制定参考，带给人们更好的生活。请任命调查员证支持他们，信任彼此。未来不会停下脚步，一起向前迈进。请支持人力资源调查。